我包了个海带大饭包。买土豆泥鸡蛋酱。嗯，嘎嘎的。太香了，嗯，海带视频底下有链接，姊妹们啊。这一箱盐渍海带，老铁们，这里面一大张一大张这种，然后16.9一箱，一箱是5斤装的。回家把这个盐洗掉了，开水烫一下，你是拌凉菜呀、涮火锅呀、包那个海带大饭包都嘎嘎香啊！而且这个海带特别好，你看看，近距离看一下。